日嘅 ET 個股推介咧就係醫道科技編號2158。嗱，咁就經濟日報嘅投資熱話組揀選原因咧，就係話新股氣氛就熱啦。今日招股嘅奈雪的茶可以加以留意，而半新股方面就可以留意醫道科技。咁醫道科技咧就為係呢個醫療大數據解決方案提供商嚟嘅。咁呢一隻股份咧，自6月7日開始就納入港股通啦，預料可以吸引北水流入啊。咁光大證券就預計啦，醫道科技今後3年嘅收入年复合增长达到59%嘅，咁走势上啦，依度自3月以嚟系低位整固。